通风门的品质优劣，取决于上下拉动门板时滑动机制是否进行顺畅。上下开启寿命测试机可进行通风门上下拉功能的耐久性测试。以两片式通风门为例，将测试机设定好载重25公斤，单趟行程距离43公分，在上下往返运动10万次后，检视滑动机制功能是否仍然正常，就能得知通风门的耐久性是否经得起考验。